峡谷之中，硝烟之中，带你来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我们继续给大家来玩这种这个排位赛的游戏视频啊。那今天是用的鬼谷子啊。然后队友李白非常给力啊，是三杀零死啊，我这边是才两杀八助攻吧，也是零死。然后对面可能是比较弱，直接就让我们躺赢一局。这边是首先先看我的那个鬼谷子啊，先拉了两个。这边最后一下这个李白完成一次四杀，非常溜啊，一个三杀，然后突然一下就一个四杀。至于这怎么四杀的，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后面的录像模式吧，回放模式。然后终于突破三星啊，离那个星耀啊又差又近了一步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李白超神四杀，现在我们来回放一下啊，看李白是怎么操作的。这边首先拿一下阿珂啊，就是夏侯惇，夏侯惇强追，我们三个人一起追是吧？我用的是鬼谷子和鲁班先走下路，李白是一直在打野，然后打野发育到四级之后，我这边把夏侯惇带走，带走之后他本来想上去，应该是看到地图上面的阿珂下来，他又回到草丛里面躲了一下，然后阿珂好像就径直往草丛过去，砍了阿珂一个两刀，他砍完两刀他放一技能，然后再砍他一刀是吧？不像我是直接砍了三四刀，再直接有刷大就刷上大对吧？套路就是先砍两刀，再来一个，然后再开一技能，然后再砍一刀，是吧？再砍一刀，差不多就有炸了。再砍两刀，这个套路比较厉害，很溜一点啊，比较深刻一点，比较猥琐一点。大家可以多学这些套路。像玩李白就比较溜，然后这边看这边打这个鬼墨子啊，刷了一个大，开个分身回来，这边又有那个不是火舞。这时候只有一半血，李白只有一半血，但是复制火舞却可怜了。这应该是花木兰也有功劳，是吧？花木兰的那个二技能把它减速了一下。这边墨子轰了一炮，轰了李白一炮，但是伤害不是很高。然后墨子就他们两个直接在那里闹啊，这边又飞回来，墨子还直接想拆塔，这时候直接被李白打死，因为画了个圈圈。墨子想跑啊，直接出了圈圈，然后被破甲了。现在开局四分多钟是吧？将近五分钟。然后这边李白已经拿了四杀，是连杀，不是四杀啊，连杀他就躲在这草丛里面，应该是等待机会对马可下手，砍了一下野怪一下，然后再一个技能又回来，等待机会再来一次是吧？花木兰倒是比较英勇是吧？英勇。这边应该是看到墨子过来了，这边打个野怪一下两下，飞过来一定能三下，再砍一个画个圈圈，再开个大。他是先打野怪，先打两下，剩下的两下是交给那个打英雄的时候直接获得啊，剩下两下直接打两下，砍了两下之后。有的时候队友也是啊，是吧？我们看到李白过来的时候，看他砍两下，你都会跑，跑两下，然后他再画个圈圈，你就停不住了，刹不住，然后就直接破甲了，被出了圈圈，就麻烦了。这边夏侯惇又死了，刚过来就直接被李白削了。看来这李白的套路还是很多种玩法，是吧？你看，他就开始对马可啊，人家刚才已经给马可一个大，他这里好像又打了炮兵两下，然后又打两下，开个大招，这边要留一两下是吧？剩那么一两下冲过去能砍他一下，下五人，我都是直接砍完四下飞过去，要么先画圈圈，要么开个大，所以有的时候都把握不好节奏，我应该要学他这样的套路了，砍两下冲上去再砍一个。这边李白差点被马可虐了，三。我就等待着李白新出的皮肤，看有没有机会再去买。这时候这个李白的皮肤都是太久了，看这边都没被打死，可以算这李白多少命大。也可以说对方也是很无奈啊，这边李白是没有蓝了，准备去打一个蓝 buff， 然后去打主宰。边打着主宰，边准备升级，是吧？没有刷大，要等待机会。冲上去，然后再打个技能，先两下、三下、四下，应该有大了。这
的时候又把夏侯惇给刷死了，下两下，画个金圈三下，三下回来，四下，一个大招已经有了，这边塔就剩一滴血，应该快要就来四杀了啊。这边画了个圈圈，但是没有大招，打小兵啊，这边也没有野怪刷大，只能打小兵刷大，他打三下。砍一下，然后开个大，他不是砍四下，是砍三下，砍三下，这边时候是砍四下，冲过去，开个大招，又带走了墨子，这边应该是不是火舞，应该是守李白，但应该是差距太大，守不住嘛，直接被李白反杀，就这么一波完成了一次四杀，四杀之后对方基本已经团灭。没往下一地，然后这波就这么强推，所以这一波上风又上的比较爽了，轻松靠着李白带我们坦赢，其实有鬼谷子赢的几率就大一些了。好，本期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，关注微信公众号我一个解说啊。然后大家有什么精彩视频，欢迎大家投稿到微信公众号我一个解说或者 QQ 邮箱。我们下期再见。来，干！